个女生的声音。喂，听得到吗？特安娜师傅，今年贵庚啊？我是傻小，你老伯了，傻小，我们的通话不剩余。检举打野，那你知道有人要检举我吗？是为什么？对啊，他说要检举你耶，太猛了吧！你还其他人都开麦，你不要跟他讲，跟他们讲话。开麦，我开看看，我听一下他们在讲什么。我也开一下。小队，怎么开？小队还是全队？哎，小队是我跟你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已经开了，我听到你讲话了。没有，我开全队的听就好，听一下他们讲什么。他们有讲话吗？没有。我好像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。有吗？有妹子，有妹子。什么低能？我怎么听到低能两个字？他是在骂我吗？在骂对面吧？应该是那个特安娜斯。有妹子啊，姐姐。我在听啊，他不讲话了。我还没有嘞。哎，怎么突然兴奋起来了？我是这种人吗？我错啊，哪一个啊？哪一个是他？他应该是射手吧，女士。特。哦，对，应该是他。名侦探是我们亮的哦。叫你回家了。那他在跟谁讲话？我知道。还是他一个人在讲话，因为哥德有在骂他嘛，所以他们应该不是双排，还是他跟莫家爵双排。姐姐，我们要找出关联。喂，他在喂，怎么办？我要讲话吗？跟他喂啊。喂，听得到吗？特安娜叔听得到吗？喂，听得到吗？特安娜师傅，啊，真的、哦，你是射手对不对？对。你今年贵庚啊？没意思。什么？干嘛？我很强哦。我是傻小。我你老伯了，傻小。我们的通话不是很愉快哦，我们重来好吗？你这把的胜负是交在我手上，你知道吗，美女？对，我是那个打野。哦，好吧，加油。谢谢你的加油。加油！完蛋，姐姐，现在实况组难当。你傻小。你傻小。宇宙集镇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。啊，好好笑哦。姐，你。哎、欸，怼他死了，姐姐一个大。你看我没招啦，白痴、喔。哎、欸，我扛不住了。白痴哦、喔！我刚刚不想打。是我处理，我处理。被丢过完的啦。那个特安娜斯，你听得到我讲话吗？有。我要怎么称呼你啊？随便。啊，你叫随便，你是台湾人吗？是的、啊，那么明显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马来西亚人啊、哦。你有来玩过吗？我们马来西亚没有，我们马来糕很好吃的呢。我六颗头了呢，那个小美女，很好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这场稳赢的有我在，好吗？你可以热情一点吗？我不是很开心哦。他感觉姐姐，他感觉他妈的
喂，你好。你好啊！哇，这男的很吵，对不对啊？傻笑。对啊。对个屁呀！可以知道你几岁吗？你是不是？啊？你觉得他几岁？嗯，你很像学生哎。嗯，我猜高三。 好开心，是怎样？你要解答啊？我再高一点，大二。哇，好准哦！哇，那就再高一点啊，不然。<笑>不是，你们有考虑可以跟我一起聊个天吗？<笑>你有在看直播吗？你有在看传说的直播啊？ 少，那你知道我们两个是谁吗？哇，完蛋了，可怜仔，过期实况组。你只要知道我是个好人，守护着你跟辅助的排位圣女就好了，兄弟。那你知道我14颗头了吗，小美女？好厉害哦！我不想跟你聊天了，再见。 姐姐有点不开心，不是我8000经济了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，美女？你3600，我8000，真的吗？你我跟你讲，姐姐不是美女，我们讲话的艺术是怎样？就是这样。哦哇哦，你真的很厉害，而不是<笑>哦，知道吗？这是有差别的。你知道，他遇到女生才有办法这样。真的。 那你再一次，你说我很厉害，我听听怎么说。<笑>可以，兄弟，孺子可教也。我跟你讲，你的魔纹、你的奥义、你的装备都要调一下、啊，真的，你阿里姆汤哦。你装备 OK， 我他妈跳你如何啊？<笑>你装备不 OK， 你去问你装备不 OK， 我跟你讲，我去你家登门拜访。 家庭访问一下，对，啊，没事，你不要生气，我傻小，我的错，你装备，我等下教你，非常不 OK 啊，没事，我们有个更 OK 的装备，我们可以解答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担心，然后你的奥义啊，要在荒芜PO店，你知道吗？ 没事没事，以后交给我，真的不用担心。你是说他的未来交给你吗？<笑>开玩笑的啦。你看，他红上了。我十八岁。小弟弟。<笑>啊，我会努力，我的优质。啊，我要笑死了。 你不要叫我小弟弟，我跟我妈咪讲哦。我妈咪是律师哦。那妈咪每天都很多案子要处理。小心一点哦，小姐姐，你回家叫龙啦。蹲在那边是要卖蚵仔煎哦，回来了。什么？直接出来！我还没准备好，你直接出来，你要等我没？我这要怎么搞？ 你这样没有诚意啦，我感受不到诚意啦。我老来啊啦，走了走，你跟在我后面哦。你再后退一点，你先回我们家温泉。有了，可以吧？ 记得来看我们、啊，记得来看哦，天线宝宝跟姐姐哦，好好笑、哦，等等见哦。哎，姐姐，我们又拯救了一个少女，姐姐，我们又拯救了一个迷途的少女。
真是的，受不了啊！怎么这么伟大啊，我们姐姐？没有，我发现有妹子已经打得特别用力。